手伸直，你要撑。停住哦！我帮忙哦，都帮忙哦，身体帮忙。扶着四脚拐杖努力复健，艺人纳豆医院脑出血中风，前后动过两次手术，女友依依都不离不弃陪伴照顾。好漂亮哦，我有一种像在瓜地马拉的感觉，像土豹子哎，怎么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金瓜石？看土豹子来看山，哎呦，看山看海，看山看海。经过治疗休养，病情逐渐稳定，小两口时常晒恩爱，不吝啬分享出游日常。根据平面媒体报道，纳豆和依依十号晚间一起现身信义区欣赏舞台剧，被问到是不是娶定依依了，纳豆频频点头微笑，反倒是依依害羞，要纳豆千万不要有压力。对此，纳豆电话未接，没有回应证实，但从过去互动就看得出两人感情甜蜜。2月14号情人节的时候，我们在国台医院，我跟他讲说今天是情人节，你知道吗？他就跟我讲了一句情人节快乐，然后我就在他睡着的时候，我就挤在他病床上，然后靠在他旁边，我就开始偷偷的哭。二月的情人节只能在医院过，到了七夕，纳豆已经康复出院，惊喜送上草莓花束和巧克力，网友也留言满满爱心，希望他们永远幸福。三立新闻张乐生、曾家轩台北报道。